韩国女团 Miss A 前成员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与新加坡富豪男友 Arrow 的合照，两人甜蜜地坐在一起，颜值高又吸引人。据悉，早在5月9日，新加坡百亿小开 Arrow 石正祥晒出与孟佳亲密合照，女方把头搭在男方肩膀。随后不久，孟佳也在社交网站晒出与 Arrow 的合照，并配上三个爱心。记者从工作人员处获悉，两人这次是正式公开官宣恋爱，而孟佳男友 Arrow 曾是萧亚轩的前男友，也是吴建豪前妻的弟弟，其家族在新加坡经营棕榈油事业，资产130亿元台币，约28.6亿元人民币。据悉，上个月17号，孟佳在微博上曾突然发声，他说：“做好准备，3个小时以后，也就是11点，我要发布一条消息。”本以为是曝光恋情，后来才知道是恶作剧，没想到还没到1个月，果真恋情曝光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